我躲起来吧，来，掌声尖叫声，太难了，这要反馈。陶城歌子风华嘛哈，那我们也是这个戏曲班，那不啰嗦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个体验，好、啊、就是教大家练一些戏曲的武功。好，你我他这个都太简单了，我们要来一个武功哦。好，第一个阶段，那我们会有小礼物哦哈，可以上来的。好，是征求三位来学这个云手，云手，云手，要不要来？赶快啊！上。那个来，郭阿姨去帮我准备这个礼物，五个点心来，啊、哦，三个来哦，赶快哦，快呀，我们都是郁金香的啦，一手，可不可以来点什么？哎，那个日文爸爸呢？日文爸爸来啦，下去一个，待会还有男的，日文爸爸来一个吧，不要、哦，来一个，好，他不要啦，因为他得要表演，好啦，让你，我想要把男的留给你。好了，队长赶快，待会还需要更难的哦，可能简达伦老师来一下好了，待会飞天石响，好来，现在请跟着这个凯凯老师，好，手叉腰，丁字步站好，哎，这个叫丁字步啊，这是我们戏曲的丁字步，好，云手准备，把虎口张开，一只手靠近自己的胸前。对，高一点，一只手在这里哦，注意你的虎口要朝下。好，开始，两只手交叉，跟着凯凯老师。好，到左步的时候，看着他，手在上面画一个圆，拉开左手拳，反的虎口朝底下，哇，很不舒服的动作哦，不是很舒服，很舒服就不对，要转过来哦，虎口要在底下，你要硬转过来，这个拳头的窝要在底下。他们的拳头都打不死人，有没有看到？拳头要这样握，不能这样子握、哦、好、哦，很累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要耗一炷香哦，来跟着老师拉开哈，拉开看左手，一、二，看右手，头转过去叫亮相，三，对，好，看前面。
前面，看前面，三。我是创帅哥。这个叫做，这个叫做云手。好，要再来一次吗？好，来跟着老师来一次啊。好，来，预备，一，两只手交叉。二，你画圆圈看着他。三，拉到左边拳头，记住你虎口在底下。四，拉开看右手，准备五亮相。五，哇，好棒！好，来领点心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进阶版，叫做飞天石响。凯凯老师先，凯凯老师先来一次。啊，石响啊，你十三了。啊！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没有跨腿片腿啊？一直到这，好，老师不来男的啦，老师不给你们片腿踢腿，他只到那边收。啊，可以下去了，去领奖啊！再征求两个，来，浩志老师你来啊，你笑不高兴？我们可能需要利落一点的，因为要踢一下腿。谁还有谁愿意来体验一下？难得哦，你们不觉得凯凯老师跟谁长得很像吗 ？Sorry， 那个始源像不像？回去滑一下始源的那个舞蹈。看，凯凯老师，再来一个吧。祖蜜来啦，祖蜜，我们祖蜜以前大学也是国标舞社的流，代表他身手不凡。是的。好好，我们请祖蜜也上来啊，来，因为祖蜜一定不会投去抽奖啊，所以我们好来。飞天石响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有人在乱打，九、十，要利落，哎，我们这边都壮丁，哎，哎，我们刚刚是一次慢的，对，现在要加快速度，都是壮丁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再加快速度。预备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加油给他了吗？加油给礼物吗？还有了，好辛苦，对不对？喘气了，好。那目前我们这个歌仔戏曲哈，就是额满可以排队，好不好？有人出，我们就会马上进一个啊。目前都是额满，因为那个我们的讲师群哦都太厉害了，我们有戏曲学院的两个博士哦，林显元老师，然后加上刘颖浩老师，好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最厉害的啊，我们最年轻的他生旦皆宜哦，好，然后我是行政老师哦，就是帮大家 push 的，好。好，那掌声给凯凯老师。凯凯老师礼拜四下午在山顶国小啊，也有一个他的本职教的是这个瑜伽，还有有氧运动。好，欢迎大家，我们也开成了，下个礼拜四赶快来报名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害怕哦，你们想要这么利落，一定要来动哦，不可以都不动哦。